这个是我们当时发生擦撞事件，这两架飞机发生擦撞事件的这个整个现场的空照图。那大家看出来非常的拥挤。我们现在整个全台湾只有一个捧场，全台湾我们只有一个捧场，那空间严重的不足。那新的飞机来也是一样，只有这个机棚能够做一些保养维修。的确我们有飞机在维护，那的确也有飞机被限时。今年限时的状况不是九月而已，我想我们从今年一路被限制到现在那我想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砍了127班的原因，我们飞机数不足。我们之前只有8架飞机嘛，那我们捧场本来旁边的我们一楼航空这边旁边捧场有一半是我们的，前面这些空间都是我们的，现在全部被民航局收回去了。第二个，我们又进来新的飞机，那本来复兴的捧场有两个位置，我们跟华信一人准备一人给我一个位置。那听说，而且已经有这个官方的会议记录。那听说现在也不打算一个都给我们，不是要我们结束营业啊，不是我们要结束营业啊，是别人要我们结束营业。